来到瑞穗，蛮有特色的一个叫做绿茶包，对对对，很专业，对，专业专业，真的是比较清爽一点，这好吃哎，哎，这看起来真的是好看，是 Q 的啦，它跟一般的蛋饼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明明是在吃蛋饼，可是却以为像在吃意大利面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